去大原，共下聊天川。全国客家日即将在2月16号星期四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，在大原花布灯笼生活文化馆办理活动哦。当天活动有敬天祈福、乐活践行以及客家音乐飨宴，还有客家美食 DIY 教学，通通都有。欢迎大家一起在2月16号星期四前往鹿野鄉大原地区大原花布灯笼生活馆哦。